现成饭，早上就不做了。走走走，门给叔开。哦，好，我来。叔叔进来咖啡。哇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子明好，孩子上飞机了。哎呦，那门给叔开。来。子明那个健康码都出来了，对，都出来了，对，今天下午就出来了，哎，挺好。一点这么能吹牛吗？你六点钟准时响，准时响，六点钟准时。哎呀，每个月的三号和七号都是周一，你说巧不巧？你说巧不巧？起来就喊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就跟那大家长似的，喊鳗鱼，鳗鱼没听，没起来。我没起来，不怪我，这是子明，昨天晚上乒乒乓乓的，我要把房拆。整的舍不得走，要把二楼搬走呗。哎呦我的！昨晚说东西呢？昨天晚上我发现我箱子超重了，然后我就那个把我的把一些东西搬出来，然后塞到背包里。背包里能背点东西？背十公斤还是？对，十公斤。嗯。因为我背包就是一开始比较轻，然后后来换到背包里面去了。对。哎呀，吃饭去。哎呀。吃嗯，谢谢。我不吃，你们吃一行。这不一人一份的，你咋不吃？一人一份的。那么近，我就拽分钟，我说离得远点，大声说。子明说话小，他就听不着。你老外远。你和我爸。嗯，我妈俩去。妈说明你花在楼看活儿。你知道你这样，你们这么远。小猴回来，听说子明今儿要走，赶紧老早就回来送子明了。子明是个很好孩子，我好孩子，就是好抱抱，要抱抱哥哥，抱抱吧，抱抱你。懂事儿，那哥哥乖了。小子明，哎，这孩子可乖了，可懂事。感觉自己好油腻啊！给爸爸拿铁锹，拿我看看。嗯，你贴铁锹拿来。爸爸的锹。啊，这拿吧，拿吧，你对。回国就看子明给爸买的，大雷哇，留纪念。爸园丁吗？这多寓意性，园丁给爸买个锹，爸干活呢。啥？让我栽花时用，看我栽花时那小锹不专业。说叔叔给你，给日本店给我买的呢，锹多好，留纪念。哎，叔叔可开心了，可高兴了。小鳗鱼，小鳗鱼怎么还不起来着？没起来。他不去，哐哐踩那个楼梯，让鳗鱼起床。对，趴在风口一喊，小鳗鱼就听着了。哦，那风口堵不是怕吵啊？没风口，哦，你们去完那儿就去滑铁卢看过。对，哦，我上你大学溜达溜达。又去哦，去看。上你大学溜达溜达，拍点视频啥。滑铁卢的城市多少人呗？大致的知道不知道？十二三万吧。十二三万。那个地方有什么特色什么？对，除了那个你们的学校还有什么市场吗？不是，除了学校还有什么？哎，今天周六正好弄那个市场开吧？周六不能开，这疫情。周六开吧。疫情期不知道开不开啊？我可以拿手机给你查一下。查查你妈的，现在完了溜溜的。应该有开吧？现在那边。哪儿了？从哪儿？穿你爸的。我不用，到学校就哪儿。你爸床底下都是。你自己拽一条。昨天现在找不着那条，就是穿的是我爸。没有，我这没路上的。先生上买的票。钱包没带，不能用我的呀。驾照，驾照在里呢。咱们拿呀他。拿了。你冻着的，你在这屋不行吗？冻着。不是，我现在取东西，干啥呀？让我给他撵出去，闹死我了。我要学猫叫，没有喵喵喵，俩人在那学耗子，学猫啊。我是猫叫的，不是我叫。你说什么？我上我那儿也是，就是捏着那个，我说是小鲸鱼是什么？不是啊，子明学它叫，啊，逗开心。我妈她带个脚。哎，缺这么些给你啊。不是，刚才你说把钱摆这儿，你要不拿后面玩游戏，那干什么？俩人打玩这么大的呢？是，把子明的路费钱搭进去。子明说：“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又不回我今天就回不去了。”快走吧！干啥呀？给子明喷点这个来，这个香囊就是正南堂的陈大夫送的，坐飞机上埋汰埋汰吧啊！没事，这个要丢的。哎，衣服，
他是这个中药，就是有病毒啥的，他不喜，像那个大夫说不喜欢闻这个味儿。你往那前胸扑点，嗯，袖口的。宋子明走了。你这是省警，这种警察，哎，不，这不是 OPP， 不是 OPP， 这马吉祥的。就是飞机往上飞，对，哎，降落的呢，到站的就是飞机往下，看这就是到站的，看这两个是一个是降落，一个是起飞的，这边起飞的就搁这边走，看这个东西就行，那边是降落的，对，前几年猴哥接机送机就看这个，现在是看这个。到了，准备准备，怎么样？没多少车。这门口不让停，卸完就得走。嗯，没多少。那警察都在看。先不接了电话，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再接。这航站楼，小卓。啊。小卓，等一会儿接啊，小卓电话啊。哎，卓。哎。等我在福山前面站。喂，卓。喂，喂，哎，卓，哎，能不能听到？听到了，给送一个孩子在机场呢，一会儿给打给你，卓啊，你叔叔开车呢，哎，好嘞。你好，师傅打给我，我有事啊。哎，好，行，嗯，等一会儿啊。这块吗？那是残疾人吗？子明，别着急。不是，让叔叔拿，你拿不动哈。嗯，没事。好。10:25，我20分钟到这了哈，嗯，这不堵车就快。嗯。哎，对，20天老婆也走了，就送你们了。这警察只两个铺篱子干，都在这看，你在这停不能超过几分钟，机场管的特别严。送完人就得走。对。这机场不大，这跟北京机场没法比了。